请您欣赏劳动号子的表演者张子欢、李思明，有请。老公，感谢各位掌声鼓励啊！昨天一场接了一场，刚才这个俩聋子科的小孩哈、表演了一段传统节目，说的不错，让他俩下去休息一下。这场后我们哥俩给您上台奉献演出了。哎，走上舞台的可能好多朋友不认识我们，是没有关系，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，让您各位认识认识。嗯，那我先来，本人是赫子科的一个小学生，我叫张赫帆。谢谢老师的小学生，我没什么可说，您各位掌声鼓励的，允许我隆重的介绍一下我身边这位我的搭档，他叫李思明。哎，是我。我为什么介绍我搭档，就是加了隆重两个字，对我稍微介绍一下啊，因为听我名字张赫帆，包括待会儿出来的还有这个肖字的肖仪，有，包括前面出来的龙字的是吧？啊，王龙平，对，就是一听我们名字，各位可能就不认识我们也好，可能就知道哦，这不是外人，这都是郭老师徒弟，那是，因为都知道我师傅收徒弟是八科学生，嗯，叫云鹤九霄，哎，天打雷劈，这么八个字儿啊，是不是算？你们家报应挺大呀，怎么能说是报应呢？都劈了，我们这是帮师傅挡灾，那你师傅的灾不小啊。仇人多，100多个徒弟给打栽的，没这100多个徒弟，不得把郭老师劈冒烟了呀。所以说，我师傅不长个吗？还黑呢，你管着吗？把那雷击的白了呢，是白了不让你看。是，就说一听我名字就知道郭老师徒弟，有点。但是您各位听他，他叫李思明。哦，刚才我提这八个字，他一个字都没占，都不具备。很显然，他不是郭老师徒弟。那是，这就是我介绍人家为什么加隆重这两个字的地方。嗯，因为我搭档也有师傅，有，而且他的师傅也有一个属于人类的名字。你师傅那也不能是个狗的名字呀！少说话，我咬你啊！所以说要隆重的介绍一下，我搭档的师傅不是外人，相声界的皇后于谦。好，皇后。于谦老师的包袱。打小班的时候做科学艺确实是不错，对不对啊？想当初这个学艺的时候啊这么大，小孩啊还有、前面说了相声四门功课，说学逗唱，嗯，每一门都不错，是拿这个说来说嘴皮子干净利索啊，讲究每一句话都让您各位听真着了，对，我们打小练习一些基本的功课，哦，大的都贯口类节目练过，哎，还有这个绕口令，嗯，都是我们相声演员必须得掌握的。您怎么样？我还行，这么着，今儿来这么多朋友，赶上一个周末，哦，还赶上我调场，是给大伙展示一下行不行？行吧，我给大伙展示一下好不好？我给大伙背段绕口令行吗？啊，我试试啊，就背个绕口令，背个绕口令，我背一个稍微有难度，有难度的，您别自个儿大伙儿万一有想听的呢，人家我给你背一个啊，什么大哥啊，大哥，哦，大哥说让你来一个塔嘛喇嘛，你他妈跟鬼聊天呢？那你不害怕吗？哪有人说话呀？刚刚大哥说的吗？哪个大哥呀？那个吗？哪个？长鼻子那个。没鼻子那个朋友仿佛叫伏地魔。伏地魔见你一个。好，让胡老师听好了。好，来，咱们背一段啊，少吃点东西。正不是，懒得找人家。我们背一段啊。啊，背段来了啊，背段喊不喊的来了？别了，别了啊。说人家。来，说。说吧。打南边来个喇嘛。嗯。清楚，你清楚不清楚？好清楚，往后听，后边还标的多。来，说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利索吗？利索不利？太有利索。接着听，后边还说说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你卡带了，仨喇嘛了。雍和宫下班了，往后说呀。喇嘛的好朋友小哑巴呢，走丢了。仨喇嘛等他一个，三缺一多么重要。小哑巴即将到达战场，快点来，听，quickly 说，打南边来个喇嘛，后面，手里头拎着五斤塔嘛，继续打北边来个哑巴，腰里头别个喇叭，哎，提了塔嘛的喇叭要拿塔嘛换别喇叭，哑巴的喇叭，哑巴说行，换了，这也太好商量了，最可气，哑巴说行。
哑巴很激动啊。你相信光吗？那奇迹发生了是吧？不怎么，你非让我背，对不对？说这段我不熟，我不熟，不要点我，不要点我。行，让我自己发挥，好不好？他们这个演员现在都不让点了。废话，什么时候也不让点？来了，各位啊，给你们背段好的。好，这段我自己来，我打小就背这个，六岁半，我们会背这个。五花乱虫，听听啊。说，小学一年级的在后面。八百标兵奔北坡，北坡说解散。六岁半的时候被骗了吧？我发你半段绕口令啊。八百人容易吗？上山就解散了，差不多了。你都还人家跟头的，什么呢？不，你绕口令，他不得绕嘴吗？多绕嘴啊！分配谁不行啊？你也会啊？玲珑塔塔玲珑，玲珑宝塔塌了，要抢夺我的光环，是不是？谁不行啊？这不比赛是不是？在这儿，好朋友，你给我听那段，说打南边来个白胡子老头啊，真白。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，可劲儿炖。说吃葡萄洗一洗。说掉到蛇岛打特盗，特盗说来了老弟儿。说同仁堂别玩了，马路对面那门怎么的？我讨厌马路斜对面，我讨厌，我眼睛也理解，就缺心眼儿，就缺心眼儿。背这么半天绕口令，不明白一个道理吗？明白什么？就这个绕口令怎么讲？我不会。不会，别舔脸往外说的。我诚实，这叫诚实，这叫愿意。我就说说来说，我这人不擅长。那您有擅长的没有啊？这确实是诚实啊，您得有啊。往后来啊，学就比较多了，学行吗？哎，学就比较广泛了啊。匠人学的比较多，天上飞的，地上跑的，水里浮的，草里蹦的，是人言鸟语，大小买卖，要我学个什么唱啊，都是我们都行的。对，哎，尤其是众所周知，我们不能说拿唱来说唱的好，是哎，打我老人是郭德纲先生的，对不对？我师傅唱个什么？戏曲哦，太平歌词是小曲小调，哎，没我师傅不行的，都成哎。但是这个是咱当徒弟的，真是比你不了的，各位。嗯，因为你各位琢磨的，我师傅先天条件他就好，那肯定，对不对？人家高啊，对不对？人那个徒子发音，那是对不对？调门高，先天条件就好，而且我师傅通过自己的努力，到达了现在一个登峰造极的状态。嗯，你说咱们当徒弟怎么比？怎么呢？首先来说，我先天条件就不行。你可以锯腿呀、啊，真的，不是身材的原因、哦，是我这人五音不全，是吗？真的，各位，七个音哆来咪发嗦拉西，前五个我都没有。你瞧瞧，就剩拉西了，这受嗓子的事儿吗？快封箱了，都串到嗓子了，受了。哦，什么乐事儿这都是，就是我先天条件不如人家，差点呗。哎，而且我这个人后天还不能努力。那为什么呀？我后天有事儿。哪个后天呀？礼拜一有用，以后你也得努力呀、啊。以后努力也赶超不过人家。我礼拜一说，对不对？人家都占全了，对不对？人家唱什么小曲小调啊，唱个什么戏曲、太平歌词的，都没人不行的。哦，唯独我师傅不唱歌。是，但是他是不唱歌的。啊，我有诗歌呀。哪位呀？对不对？就你们众所周知那个、脸长得跟屁股似的那个，就那个大屁股脸岳云鹏。啊，对不对？当然，我诗歌那个脸跟屁股还是有区别的。什么区别？他没有中间那个事业线。对不对？就是我师哥人唱得好啊，人上春晚说相声，唱歌火了，那是，对不对？确实好。我觉得就剩唱歌，人家还研究完了啊，所以说这没咱们走的出路了。那您自尽吧，不要老憋着当孤儿。您不老憋着，您没出路呢。我就说我也不气馁，哦，咱们另辟蹊径，没有什么气馁。我研究点跟他们不一样的，不就完了吗？哦，那也好啊。哎，我现在我跟你说主攻的啊，您研究，我研究耗子。哎呦，嗯，拉了手吧？啊，你也研究耗子？我研究猫。你躲开我这儿！但你小雨多讨厌！哪个耗子？耗子吗？哪个耗子？吱吱叫的那个？不是，我说的是劳动耗子。明白？对，勤劳的 Jerry， 偷灯油的 Jerry， 偷奶酪的 Jerry。我就离不开耗子了，是吧？搬砖的尖锐，朝九晚五的尖锐，不是那个，也不是老鼠的意思。我说的这个劳动耗子是劳动人民在劳动过程中哼唱的一种小曲儿，久而久之流传下来叫劳动耗子啊。您说那个口号，哎，喊耗子，也可以这么讲吧。哦，而且现在好多歌曲都是通过这个劳动耗子改编而来的。有吗？哎，之前有一首特别红火的歌，啊，叫什么《纤夫的爱》。
哟，那是，哎，对对，这都劳动号子改编过来的。哦，但是现在来说啊，尤其是年轻人啊，您可能不理解这个劳动号子是什么。是啊，那因为现在来说都是自动化呀，这个机械化的生产了，对，没有人工去作业干那些体力活，也就没人喊号子了。所以说劳动号子很少见了，是吧？但是我还真见过，哟，而且还不久远。哦，您还喜欢劳动？就这两年的事儿，我在北京见过什么？因为什么呢？咱们北京啊有这个搬家公司的。这搬家公司的他专门有这一个四川的一帮朋友，哎，帮人搬家具，他们就好喊这个搬家号子，哦，搬家也喊号子，哎，什么样？而且现在这个搬家公司的搬家的这个朋友们啊，跟以前还不一样，有区别。以前干活啊，尤其是夏天，冬天好一点，夏天的时候穿个短裤衩，啊是，哎，来背心，有时候干活干热光膀子，有，脚底下穿个拖鞋就干活了，嗯，哎，不美观。那是，但是现在来说可不一样了。现在干，现在出去干活，制式的服装，这搬家公司黑西装，哦，黑皮鞋，黑墨镜，戴白手套，抬家具，踢正步，套，竖拐了，对，竖拐了。这都看得出来，啊，搬家公司，啊，黑西服，黑皮鞋，黑墨镜，白手套，对，走道踢正步，没错，八宝山货运公司，这叫什么话？这是货运，这不殡仪馆的吗？这不，就是说人家现在制式的服装，还是制服装的，哎，别瞎说，真的，哎。大伙儿有好多人也没见过这个搬家号子，我给大伙儿在这演一遍怎么样？您要学一学，可以吗？好啊，但是我要学的话，你得帮我个小忙。我帮什么忙？你得跟我一块儿来。哦，我还来。抬大件家具我自己抬不了，跟你一块儿表演。所以喊这个号子也是为了大伙儿步伐一致。嗯，所以说你跟我一块儿表演。那我负责。咱俩一块儿抬这家具，哦，我负责唱这个搬家号子。我呢？你旁边负责为我搭一搭腔。怎么算搭腔啊？特别简单啊，嘿球嘿球，你就来这个。黑球黑球，让我念白了，跟我一样。是是，嘿球嘿，嘿球嘿球，行，啊，没意思，是吧？咱们无实物表演，好，看我们学的像不像？嗯，就比方我们俩这儿有一个柜子吧，好，就是一个大柜子，这不就是棺材吗？这是。人刚唱了一头大一头小吗？没有啊，我们前面多净这么干的，多讨厌！这棺材不都长这样吗？我换一个，这个刚才唱的，有个筷子装相片，这是骨灰盒对吗？刚才让您看看这模样，对对吗？嗯，这刚才绝对唱，听听我。就差那小把。这没唱，这是墓碑。你这丧事挺全呀，棺材、骨灰盒、墓碑全有。怎么的？我今儿就离不开这死人了是吗？你不你都你比划的吗？行了，反正看着像遗照，行，就这样。离不开这死人，你就甭比划。这我柜子，行了吧？这是一坟啊，这是画圈要掏啊，这是。都冒烟了，都。怎么那么贫呢？我这不都你比划的吗？这都反正差不多，就这有一个，这儿有一家具，这儿有家具，这儿有一柜子，咱俩就抬这家具。好，你下来给我搭了个枪，我搭枪，我喊一二三，咱就开始，行不行？一定要坐齐了啊！好，抬家具啊！无实物表演，看这表演欲了啊！来啊，一二三，走。咱俩手灵呢，咱手，咱俩抬的到底是什么？你告诉我这里是什么？刘克龙。大爷，我现在给他烧了。讨厌，我讨厌，没听说过。你这个抽气什么呀？什么叫抽气呀？啊，我犯鼻炎了。你鼻炎你犯的太是时候了。行了，过去了。这不喊号的吗？谁来一个？嗯，来了，来，一二三，走。这是于小伟了，同志们呐，啊，嘿咻嘿咻，那他妈咱俩有时差呀，我哪知道哪接呀？我唱一句，你跟着就来呀。我哪知道您这句多长啊？小心眼儿，我这一闭嘴你就来了。好好好好，一二三，走，再见李龙岁。同志们呐，嘿咻嘿咻，抬起来呀，嘿咻嘿咻，脚下的路啊，嘿咻嘿咻，看清楚啊，嘿咻嘿咻，黄的是泥呀，嘿咻嘿咻，黑的是土啊，嘿咻嘿咻，海盗船长，嘿咻嘿咻，粉红娘娘，哎呀哎呀，
这家具抬酒吧去了。什么都懂，我得听那酒令的词儿了。你听我说啊，我是前面会一点，后边不会瞎编。你瞎编不行。今儿不是唱两句？你看这就是北方现在还能看见的，这是咱们北方有的，这个叫搬家耗子。哦。在南方我也看见过。南方。南方有这个车水耗子。怎么叫车水耗子？一般南方来说，梯田就比较多。嗯。梯田的话，水就不好往上运，没法灌溉田地了。是是。但是咱们劳动人民是很有智慧的。哦。发明了一个工具叫水车。哎，把这个水拿水车踩上来去浇灌田地。哦，一般来说都是两个妇女同志在里面踩水车，水踩上来以后，男同志去浇灌田地。一般都是这样，我也学学怎么样？这您也会？哎，一般都是两个妇女同志。南方车。现在我就是个老娘们了，好吧？我看你也像。哎，反正我用你夸我，这是我的本性。来了啊，又暴露了。哎，甭废话了，一二三，这还是个吊死鬼。你看接不接活？这干嘛呢？这魂都飘出来了，这都要魂儿？怎么你表演这节目都那么瘆得慌呀？这干嘛呢？这是我干嘛呢？我踩水车呢。哦，水鬼。哎呀，这个人的脑子怎么回事？干嘛呢？踩水车，脚底踩着水车，你站不稳，哦，你手上就得扶点东西让它站稳了。哦，它前面有一根横杆叫杠子，我得把手搭在那儿扶稳了脚底，我才能干。哦，明白了吗？杠子，哎，哦，对不对？来了啊，别等了啊，一二三，走，嗯，别乐，啊，睡觉不让乐。大嫂子啊，嗯啊，二妹子啊，嗯啊，咱们大家一起来呀，蹬啊，踹啊，踹啊，蹬啊，咱们大家一起来呀，一起来呀，一起来呀，嚯！你好吧？你怎么闹啊？哇！踩水车的水上来了。哦，这是我一个人演。是，刚才我说了一个大嫂子二妹的，对，咱俩要一块儿演更好玩，更有意思。对，好啊，能跟我一块玩吗？我配合配合你，咱俩一块玩，很简单，但是得跟我坐齐了，齐了没问题。那待会儿看出来不齐呢，咱俩就换演法了。那当然了，行不行？是 是，咱俩一块来啊，来来来，来跟我，还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走。草莓兔啊，草莓兔，草莓兔，那等会儿，等会儿啊，这个草莓兔是谁呀？你，你提我外号干嘛呀？那我提你什么呀？大嫂子二妹子呀。哎呦，怎么着，咱俩谁是大嫂子呀？你是大嫂，你是老娘们儿啊。我是二妹子呀。多讨厌啊，为了演个这个咱俩得变性。这不你说的吗？不是，人家这个就是生活化的语言。哦，不用非得喊大嫂子二妹，就不是死词儿，你随便是谁就是谁。你是草莓兔就喊草莓兔，生活中什么名字就喊什么。对，我就草莓兔，你就草莓兔，甭管了，好吧。好，来，跑不了，一二三，走。草莓猪啊，大豪猪啊，咱俩走。你鼓我干什么？谁鼓我？这叫龟派戏路，还是龟派？讨厌。干嘛呀？谁大豪猪？不是生活之中的语言吗？你生活中叫大豪猪，你生活中叫刺儿。刺儿也都拔了都。讨厌，我想把你拔了。行行。你应该把他麻了，好，这不行，这个这不行，事儿真多。来了，快，来，真是两个二厂，来，我给你换的。来来来，一二三，走。草莓猪啊，大佩奇呀，咱们打架。哦，对不起，佩奇是母猪。大乔治啊，咱们打架。我就离不开猪了，真的是我离不开猪了。不用你，什么贵的。开饭了，别闹了，别闹了，好好的啊，正经的，你爱叫什么什么都不吵，还是给大伙演好的就行，行不行？啊，好，您要演谁的，爱怎么叫怎么叫的啊！来，一二三，走，草莓猪啊，大哼哼啊，咱们大家一起来呀，蹬啊踹呀踹呀蹬啊，咱们大家一起来呀，一起来呀，一起来呀，嚯！我们也没接触。闹了，怎么呢？这是南北方面所能看见的这个劳动号子。是是。其实要我认为，这个劳动号子最好听、最热闹、最有趣儿，就是过去这个工地上面的杂夯号子。您给我们讲什么杂夯？对，打地基。哦，过去没有这个机械化生产，也没有这么多工具辅助，嗯，这个需要人工的去打这个地基，好在上面盖房子。哦，哎，所以说人们就拿那个大个的木头桩子，嗯，哎，他们术语叫木头橛子，是，哎，拿这个把土地砸夯实了，再在上面建楼。哦，夯地，哎，没错，这叫砸夯号，叫砸夯号子，嗯，这个很热闹。因为说你砸地基来说，一大片地不可能一个人砸，那是有的时候好几百人一块儿在这砸这个地基干活。哎，这个时候这个场面比较生动，也比较好看了。是啊，哎，我这么我也会的，我也打会演一个，好吧？欢迎他来一个，行，嗯，好，哎，不用鼓掌，没事啊。这么着，我演一个时候有条件，砸很好。哎，你不光需要给我这个搭腔了，
又有我的事儿。哎，对，你得给我充当一下道具。我充当什么道具？就刚才我说到的那个夯。我是木头掘子。理解正确。啊，我来这个才能演。你能来我就能演。当然想看了。冲您大伙儿怎么样？我夯了。就夯了，我当夯了，跟他夯了，这就夯了，来吧，来啊，这就给大伙演一演啊。这个工地上的杂夯好了，确实啊，现在是不常见。尤其是现在年轻的朋友啊，可能说也没见过这种场面，所以说给大伙演一回啊，让大伙讲。臭流氓！你摸我手干嘛？你说不用，你有病啊！你有病，你干嘛去了？摸我手干嘛呀？我给大伙演这杂夯号子，能不能不摸你手啊？凭什么摸我手啊？你演什么呀？我演夯啊！对呀，我不得攥着点夯把吗？哦，这就是夯把啊？那我怎么砸呀？哦，这不扎我也是。废话真的，这是什么毛病啊？啊，汗手，不介绍了啊，不介绍了。还没让摸脚呢，我不给大伙介绍了、啊，直接来了啊！你就来吧，来了啊！我大谦啊，你大谦啊，好，记着吗？记着呢，大家啊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嘿咻嘿咻，你怎么掉坑里了？我砸你，你砸我呀？啊，是不？多讨厌！你不让我大枪吗？大枪也不是黑球黑球啊，不是黑球黑球，这就改了砸夯耗子了，砸夯耗子。对呀、啊，我会吗？你会。你没告我呀？对了，忘了。你得告诉我呀！着急，着急，真是的。忘交代，忘交代，我哪能猜得到、啊？这个大枪跟那不一样啊！啊，这个更简单了，这个告这是哎嗨哟啊，哎嗨哟啊！没吃晚饭？刚吃过呀、啊。吃过，大点声啊！你吃的咽食啊？怎么着？看看，还那什么？来，把声音放出来。大点声。大点。哎嗨哟啊！这回不错，是吧？但是还差那么一点。哦。你把格局打开。干活呢，格局还得打开，我嗓子大概都格局还得打开。好，哎嗨哟啊，真棒，男中音，但是还差那么一点啊，再冲一下你天灵盖，还对，我能把力啊，捅破了，捅破，好，捅破，行，啊，不行。踩的顺的，这是捅娄子的。行了，差不多行了，差不多。接下来这哎嗨哟啊，哎嗨哟，咱就给大伙儿演了啊。好好，来这工地上砸夯号的啊，咱试一试了啊。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，哎嗨哟啊，金山到了高潮、啊。我有点后悔了，哎嗨哟啊，歌声震天响、啊。不是我觉得我哎呦我的妈呀！是不是我打个地基给你母亲还召唤出来了？你砸夯呢？啊，你要命呢？我给你造型很独特，给你造型。你这砸夯怎么了？我受得了吗？啊，我给你试回去，走你。来这边掉了吧。行啊，别玩笑了啊！我讨厌，我必须得演出来那个卖力。你爱怎么演怎么演。好家伙，跟你玩的我有生命危险。这有什么生命危险？我不来这个。我来这夯了筷子就把我砸死了。你不来你干嘛？你站旁边听相声免费的还？谁还免费听相声？那你干嘛？我跟你一块上。你会吗？你跟我一块上。你这有什么的？一个上句一个下句吗？行，没不就接词儿吗？胆量还不小啊！站着咱俩来一回行不行？哟，这么跟您说啊，这活只要没有生命危险，我都可以。没问题了，那咱俩来一回。哎，这么着啊，做一个考试。但是我唱个上句，你接个下句，你要能接上来，咱俩就一块砸这夯，怎么样？其实这破玩意儿还考试呢，你能接上来吗？考试试啊！来，这就开始了，来，听着啊！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还行，行吧？一座大楼高又高，这词儿没毛病，别着急，哎，往下来。还有啊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。没有钉子啊，大楼没钉子，好玩吗？那不烟囱吗？这词儿不错呀，啊，这词儿直接唱出来就好了。这怎么唱啊？那是烟囱啊，这不是废话吗？
我不需要太文雅呀、啊，这词儿水点儿，没问题，无所谓，哎，接上就行，接上就行，水死你，来水不好，来啊，一座大楼啊，高又高啊，没有钉子啊，那是烟囱啊，比烟囱小啊。那是小烟囱啊，烟囱不冒烟儿啊，那是破烟囱啊，为什么不修理呀、啊、咱也不知道呀，你去问问他呀，我问哪一个呀，就那个伏地魔呀，大哥你知道，人哪知道啊，你俩别胡唱，也还行，这词儿太水了，好的吧，还挺快，我还成吧，这么着，咱俩从这个大伙来一回啊，就演这工地上砸夯号的，可以啊，行不行？咱干活就像干活的，咱把袖子挽起来，袖子还让大伙看起来，咱俩像干活的。待会儿这么着，看我搭档脑袋见了号的卖力气了，大伙就鼓掌给他，欢迎欢迎，行不行？对，一定给大伙卖卖力气，行不行？没问题，就看你卖力气了啊！不卖力气，其实小兔崽子，你不卖也是。来吧，来了啊，来，咱唱这个了啊，好，开始了啊，同志们加把劲儿啊！天香啊，哎嗨哟啊，红旗迎风飘啊，哎嗨哟啊，你看那脚手尖啊，哎嗨哟啊，高的高的如云霄啊，哎嗨哟啊，机器轰隆的转啊，哎呀，地动山又摇啊，哎呀，汽车拉材料啊，哎呀，用不着那人去挑啊，哎呀，咱们来打地基呀、啊，嘿嘿，越举行越高啊，嘿嘿，大楼随风长啊，嘿嘿，观众们心一跳啊，嘿嘿，祖国大建设呀、啊，嘿嘿，英雄们干劲儿高啊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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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。怎么那么快呀？就是那么快呀！怎么那么好啊？就是那么好啊！怎么那么高啊？质量就是高啊！质量怎么高啊？叔叔，你听着啊！大风刮不倒啊，地震也不摇啊，就算天塌下呀，大楼能顶着啊！机械省人工啊，省工又省料啊，既省工又省料，多快！好省！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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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